好啦，咁啊，發展商咧到最後咧會有一個 settlement report 咧，去俾翻咧整個付款嘅流程同埋明細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你都需要電匯咧外幣入去泰國境內進行兑換成泰銖，咁有收款證明咧，土地局先會發出呢一個叫做 title deed 嘅。咁如果多出出嚟嘅款項咧，唔需要擔心。咁我哋咧同時咧會帶業主咧去到泰國當地咧開立銀行户口，就好似呢位業主咁咧去開立咗 Bangkok Bank 嘅户口嘅。咁當咗出嚟嘅款項咧，發展商咧就會直接咧轉帳去翻業主嘅帳户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啊，唔需要大家擔心啦。